是吧？前期得把酒桶，就是一级开局的时候得把酒桶叫到下路来啊，就酒桶不能先上上路线，要先叫到下路来。这样的话，左边如果赛恩加蜘蛛入到 IG 的下半野区，是不能那么轻易的开野然后去打的。对，而且詹梅蓝的走饼干，又往下跑嘛，又钻 Faker。但是有眼的哦，刚好滑上来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物资再往前压就危险咯，有治疗，有治疗还行。不是闪现进来吗？要被反秒啊！闪现进来，有治疗的呀，闪现跟。蜘蛛来了呀，结束。哇，这把纯粹这么双头吗？晚的。背上纯粹在给压力。对。他有红 buff 都被撞了吧？被奶着打，法穿鞋加小叔滚到，啊你过来了，压力很大，姐姐砸上去，感觉要死啊，姐姐，可以赶紧大走，那就是打野互杀喽。怎么上路来了？下路先来，下路到了不好说，风风这里只能回头操作了。风风有闪现的，而控制抵消不错，但是没用啊，一头他十个头，哎不 K 了，哎这把又是天肥啊你，我都不知道欧文。对线有什么用？用别人一下 A 别人一下不灭，哎呦没了呀！还不走吗？啊？哎，没闪的机器人，我没绑到。是这样子玩的吗？要来洗一套。这样子玩的，二塔也没了呀。不是他这无限的染色，什么射出来子弹是蓝的呀？好帅啊！再打一套啊，就玩成这样了吗？已经，哎呦，哎呦，差一点、啊、就要在你脸上跳舞，这样子玩游戏的吗？现在都是，很有哎，这个玩法很有当年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对，就直接给你干到昏险，不管。啊回来吧，我的物资，我最骄傲的 AD。女帝在不得威恩，还有给你的卡莎。依稀记得露西安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逼过来，逼下来，风风有机会，逼一下想大回来，控制啊回来了，千珏直接被秒，没闪的，又没了，铁拳也要找，吃兵也没走了，吃兵呗，对，吃兵的不走了，死呗，那就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死呗，给你杀呗，死呗，要立功，左统要立功，好像有人想开车了吗？我怎么立功？来了，啊！要把塔撞掉！哎，啊！去打！妈耶，大哥你！哎，勾到蜘蛛了，追明定，大刀给过去，今天一丝血，来劲没伤害了。左桶来了，左桶人呢？左桶来了，左桶找酒桶在干什么？出手！啊！出丑！又一勾没勾到，还要被反打，无知往上走。春菜出丑，谁要去探草酒桶去？艾克斯闪过来，后悔。玩到了机器人，砸起来 ，Win 哥要着了。怎么说一个 B 都不死，打过去亚飞也要死。哎呦，节奏这不就来了吗？大龙了呀！20分钟刚好，刚好，热乎的大龙，雾再飞一下。阿乐就在上面卡着两坨肉，在上面卡住 IG 的人，我每一个草都要阴个 Q。怎么说？阿乐 Q 马上好了，再阴个 Q。雨 Q 还是要打人啊，说实话。往这边走，对，要打人。千珏能下来开大招的，哎，被网住了。哇，我直接被秒，快一点，直接被秒了，开龙了呀，这样就没压力了呀。阿乐闪现过去留 ，OK， 把你先给赶走。虽然说阿乐自己会死，但是好像哎有机会吗？哎，给个大招队来救他了，还是救不到。如果大龙拿下了也够了呀，这样。对，
这波阿乐的死完全就是值得的。来了，往前面压，但是卢锡安不太好点塔，来点两下就往后走一会儿。只要米利欧离的身位远一点就行了，阿尼闪现开直接给大招，这种就要看 Mako 的反应了。来大招，撞往前来，给低压力 ，HN 飞轮很多，但是好像还是打不动。Q 闪拍拍回先决，先决被秒了，阿尼闪现大招没有效果，好像。大招给你电一刀，没办法了，全都要找。威古这个刀解的好快，对，羊之羊快。结束。没压力，怀疑这把，那阿尼这把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输了。对。一勾怎么说？哎哎，勾勾结结，呜呼！还想杀一次吗？再闪现上来玩一下。哎哎，3-5，我操！存在打人机这样看起来最后一把，物资是真有实力啊，兄弟们！对，还有 EDG 这个打法也还可以哦，都消损很强势的，在被蜘蛛。你打野不来下，稍微就被越；打野来下，就打野坐牢。我存在打磕头，